今年全国艺校技能交流活动将在10月21日在消防署南投训练中心举行，嘉义市艺校42人组队参加。自8月起，经过2个月的训练，19日是比赛进行最后一摆训练。市长黄敏辉特别在暗时前往后湖分队授旗，为全体队员鼓舞士气。依照嘉义市艺校总队旗开得胜。市长黄敏辉授旗予艺校总队总队长陈祖文议长，总队长高雅队旗挥舞，所有参加选手精神焕发，展现必胜的决心。紧接着现场示范，包括火灾抢救、车祸救援、绳索救援、救护技术等比赛的项目。市长黄敏辉表示，参赛选手为着比赛，利用暗暝的时间训练2个月，牺牲和处理的人相处的时间，相信在精神上、体能上已经达到最佳状态。期勉大家齐心合力，努力不休，为嘉义市争取最大荣誉。我们刚刚看到他们的示范，每一项都是这么样的精准，而且真的就如同我们锦绣一样，大家都虽然是一箱，可是我们却有很强力的啊专业自我训练。今天在这里，真的还是要谢谢一箱总队长陈志文陈总队长所带领的我们所有一箱的伙伴，每一位争取最好的成绩。我们有祝福10月21日，他们一定拿到最好的成绩，为嘉义市争光。我们今天来授旗的时候，看到大家满满的热情跟满满的能量，我们觉得为嘉义市未来城市的安全，我们一直都坚信我们努力守护着。感谢大家，一起加油！消防局长苏耀兴表示，全国艺校体技能交流活动竞赛项目考验艺校专业技能、团队合作精神以及事务救灾规划。消防局挑选在体能以及消防建筑战绩优秀的消防人员担任各项选手的教练，和选手同齐训练，希望透过全国活动竞技切磋，提升并检视艺校人员救灾能力，促进互相情感交流，发挥拍火弟兄有情有义的优良传统精神。新闻电视台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Get up on your feet, this is a shakedown. Order up that beat just like a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So good, so fresh. Up on your feet.